你终于醒了，华泽兰果然还是有点正太之嫌的。疼疼疼疼疼疼！啊，对不起。你腿上还没痊愈，为什么这么着急下床？我昏迷了多久？半月有余。花荣呢？你刚一醒来，不关心一下我这个救命恩人，反倒关心小谢妹妹。不是，我有要事相告，关于花香君和秦兄的。